小莹莹，明天小莹莹你还会来看我吗？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。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，哪有什么不愿意。还希望姑娘出魔未到是我的妻子，此事无关你我交集。人们应该因相爱而结合，而不是因对你用心是理所当然的，不要有太多顾虑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要让你成为民族的女主。小孩子怎么现在忘了？这就是一个美梦，只是和你相比，说不定我才是你的最不相信。你说什么我都相信，就算你骗我，那我也心甘情愿受骗。从一开始就是我们两个人，想不到是以这种方式收场。